今天来到台北的 M1 Cafe， 这边是菜单，我吃的是新义 A11 店，据说这家是小 S 的爱店，他们家招牌是薯丝必点。我点了松露野菇鸡肉炖饭、天堂堡、原味细薯条、单点法国吐司、 M1 布丁、酪梨欧蕾、烤布蕾拿铁，都不雷。细薯条超赞，很脆，松露酱、香椿酱很推，炖饭松露味重，料多分量大。天堂堡我超爱，肉很 juicy， 洋葱甜香气很足。先欣赏一下美味的餐点。法国吐司普通，但枫糖有提升它的味道。布丁上面是米米花，还有柠檬皮点缀，尝起来比较不腻。今天就介绍到这边，下次见。